每逢周末呢都会有古玩大集，前两周呢因为特殊原因吧，所以没开啊。这周总算是开集了，人特别多啊，可以看出大家都在热爱这种传统文化，都在热爱收藏。那大家就跟随我的镜头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捡到什么漏啊。这是你的摊吗，老板？对对，都是老货，都是手来的老货。嗯，看看啊，那小炉子冲了。哎，有冲，有冲的价钱大了都。嗯。这多少钱？这个4000块钱，这个二期。嗯，有个线啊。嗯。这是康熙的。雍正吗？雍正差不多。都是青山寨的，是是是，大部分都是青山寨。青山寨的，这是永镇过乾隆。嗯，到雍正来了。这是老的，满清民国的。是的，这是老的。这多少钱？这个12800块钱，这么开的。全吗？全民。全民。全民啊。嗯。有点小爆釉。全民，这是。这是民国官窑一种，可到不了官。这是民窑，就是这最低多少？这得给2200块钱。2200块钱，你看，1300能拿吗？不啊，1500来了，你1500来了，1500来了。嗯，没开档啊！你看你，8000还行。1500来了，你给你1600不行吗？1600有点少，1800块钱吧。少挣点，开个张。又开张，一天没开张，你看吗？看看你别的，这盘子哦也残了。这少不是残了，少用点可。嗯。嗯，生化了。青中了，嗯，成化了，成化款啊，哎，你看成化了，啊，成化款，想去，真老货，嗯，老，没问题，你那假的，嗯，加50也就，我们挣多少钱？最多给你这个价，我能看到这个价，再高，好，你掏去，行吗？行，给你们，全是吧？全我给你转过去，好嘞，好嘞，你给我报一下行不行？哎呦。我给你转。这只碗很有意思，也特别有特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它身上呢是有这种淡淡的压刀工艺，这种工艺呢是乾隆创烧，晚清民国呢也大量流行，所以有这种工艺啊，把整体这个碗的档次啊又拉升了一档。我们再来看它的画片，它是以这种娇艳的黄釉为底色啊，在三面开窗寿桃纹，寿桃呢福寿双全之意啊。我不用数就知道它有多少颗寿桃，它应该是有这个12颗，一年有12个月嘛，每个月都是福寿双全，寓意特别好。唯一不足呢，就是这口沿有点小毛边，其实算不上毛病啊。底座也是闪开门，这一只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，麻烦大家给我点赞、点关注，关注我，收藏不迷路。